打完这把去吃鸡，溜溜溜。我们打谁呢？打一把花木兰吧。青春决赛季，打把花木兰，上个厕所等我呀，给他抽个奖。青春决赛季不会有又有东皇吧 ？OK， 我们打狂铁。花木兰有点不太适合新手，但是信仰玩家还是可以练一练的，好吧？就目前来说，木兰对于新手来说，不是特别友好，有点难打。要讲究的细节太多了。就比如说你秒切沉默，中间之庄周你好帅。哎，被阴了一波呀。他没抢线，他也不打我。哎呀，还是打到我了。我们就扛着冰清吧。哎呦，醉了。看能不能让他打工啊，他基础伤害他也高。哎，暴击，惊呆了，打的只能挂机了，好烦呐。挂机。哎，知道卡线恶心我呀。一大清线。啊，他到四了。哎，这个人还是有套路的呀。还行。我走得好慢，这不带狩猎。
直接蹲他一波草，打出沉默，重剑二技能推两下，蓄力75%，一刀再一刀。他如果有操作的话，他闪现躲我一下，我就有点愣了。但他好像感觉他能扛住，他也没操作。我怎么总感觉我玩他这个号普通攻击我点不到呀？好，应该就不用交闪了。刚才他过来的时候，直接转重剑二技能，把他那个控制一扛。我还以为我这波要交闪。好，他交闪了，我这一刀没有砍到。他那一波动到了，明显就是机会，我们就一定要把握住。直接 A 他，打出沉默，重剑推蓄力，一刀再一刀。对吧，就是你每一次一刀砍出去的时候要接一下普通攻击，这是细节。二技能一技能一技能要打沉默打快一点，它都是细节，所以说它对新手不是特别友好，有点难玩，就你需要很多功夫去练。然后你现在有优势了，你现在有优势了就可以站在他们家草里面玩了，就很简单了。看他能不能动到他呀。我总感觉我用他这个号按键我就按不准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啊？我感觉我都改成系统的了，但是我就是按不到。直接转重剑他就死了呀。哇，下路怎么都打到高地来了呀？这我老弟不是吧？你看蓄力一刀看到没，那个800多的一刀看到没，就是你要卡这种细节。那个普通攻击你卡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花木兰那个伤害它不是很爆炸，就一刀砍，一刀抬手后平 A。 啊，不急，吃药。好，还是这里啊，他二技能刚才用过了，我们一技能跳这个兵，二技能，然后一技能 A 沉默，他二技能推推推蓄力闪现过去一刀，哎，我闪歪了，傻子。他应该没有鞋子的吧？二一二，重剑，重剑啊！就是推推蓄力一刀，交给他了。我一手卡卡卡了，哎，卡了呀。然后打沉默后转重剑一发普通攻击，这都是要卡的细节。你如果转重剑你不知道怎么卡普攻的话，你这个花木兰伤害出不来。你看别人花木兰伤害爆炸都是因为 他技能之间衔接了普通攻击，那一发普通攻击你不容易看出来的。二一一沉默重剑二技能推，一刀砍没了呀！我要把他，这怎么打？我一刀砍了好多血，但没后续了呀！猴子怎么收割啊？动了一个，死了吧？我五个人头倒了。赶紧把破军给做出来，等下一刀把他秒了。哎，这个药好像挺会玩的呀。你干嘛呢你？发财了。
星剑二一二，是吧？跳那个蓝 buff 打那个人，上路继续带，要继续展示我们这个很强的压制能力。然后至于大家问的这种什么花木兰重剑二技能双推是怎么打出来的，他就是后面减 CD 够了后，他就可以玩二技能，就是两重剑二技能推两次，他是后面减 CD 有了才能这样玩的。重剑 75% 一刀，这花木兰那个重剑也是一技能 75% 就够了，不用蓄满才是最高伤害，75%就是了。这没有受力好难切人，哎，他切到了，切到别人交闪，把他反手杀了，叫人全部来，这还想过来？哎，我的。哇，老弟，几人啊，我闪现那一刀没给到呀。气死我了。啊，不想给做出来，然后做魔女了。等下你第一目标肯定是打这个成吉思汗的，成吉思汗的装备也好起来了，可以，我们这王昭君二技能还是挺准的，这就可以杀了。你这一波要操作的是跳这个兵二技能打到他，一技能 A 沉默，二技能一直推一直推一刀，然后一技能二技能再见，他按回城，他调戏我。常规操作，淡定。在线吧，已经没有人能管我了。拆塔吧，我们先。哇，急死我了，撤了。回家把塔给推了就行了，现在买一下魔女斗篷做肉装了，伤害装已经够了，他又动到他了，我感觉这个狂铁好像心态打得有点炸了。我又闪了。哇，这些雷布了一个大阵呢，兄弟。哎，这怎么没推到他呀？再见了呀，我要闪现二技能到他脸上，准备推他一手的。好，问题不大，他被冻到了。回一个迂回就行了吧，我推塔，然后推塔的话就下面有能量条的时候是最快的，也在直播间说过很多次，轻剑下面有能量条是代表加攻速，重剑下面有能量条代表加攻击力，好吧，是吧，重剑下面有能量条代表加攻了。早起。微博抽粉丝号那个活动怎么参加？微博私信我，你要等我要抽的时候才是那个的呀。好，咱们一技能位移这个兵，二技能没有打到他，他回头要给我一炮吧。好，这个人过来了，轻剑。
打不起来，先带线吧。都去下路了，我们可以拿主宰了吧？好像是不是要传回来了都？我能不能偷？我好像偷不掉哎。试试。偷不掉，那算了。去拿主宰了，在这个草里面可以蹲一下。哎，这里狼狗，哎，都知道我在的呀。原来只有我自己不知道啊，那推过去都炸了呀。一刀，刺激兄弟。嗯，哇，我二技能如果在，是不是应该交闪现过去推呀？可惜了呀，我要有名刀就好了。哇，丢大呀，打到一半，好好逗啊，搞把名刀。以为要一打五，我也觉得那一波我可能要一打五了，结果扛不住，他们伤害还是太高了。如果一刀能把他们都砍翻就好了。给大招，哎，你跑个鬼呀！我醉了，这有什么好跑的呀？没有打，哇！那个虞姬先给大招，再按二技能包死啊！那个人，接我一剑。再接一剑，一啊一，沉默沉默 ，A， 买个装备，看到没？转重剑后 A 他一下，转重剑 A 他一下，再接二技能，伤害就很够。他守不住的，一 A 一 A 沉默他。再见。你要自己去了解他那个花木兰，他那个重剑卡的那一刀，他伤害来源就在于卡这些细节，细节一多就很不适合新手去玩，懂吧？我先给他充点券。他人好像在了。OK，OK， 发验证码给我。发，让他发验证码。
246330